这种叫金桔花，一串一串的，差不多还要四五天才开花。这段时间每天都很忙，接下来的事情也很多，这个混凝土一干了之后，然后就厕所内外粉刷，然后再贴地板砖墙砖，那条路的话要等温度升起来，升到二三十度的时候再打那条路，要不然混凝土它干不了，一直不能走，如果有27、28度、30度的话，混凝土一打上去两三个小时，那条阶梯路就能踩了。水池的话就等那个底板干了之后啊，就建水池了。今天的话就是在请人啊，在帮我埋电杆。本来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这个月12号就给我来牵电了啊，因为他们工作上的临时调整，等他们有时间吧，应该就在这个月就能把电牵好。电牵好了之后啊，我电器买过来之后人就住进来了。鱼塘的话我每天都在挖，基本上每天都要抽两三个小时、三四个小时去挖，预计在5月份之前啊，我的大山里面的鱼塘要扩建到1000亩。很多粉丝朋友都不看好我大山里面的鱼啊，他都说野生动物会吃。我目前的做法就是到时候用泥巴，把那个水库坝道啊，用50公分高，那蓄水的深度应该就在30公分左右。如果野生动物能吃到鱼的话，那我就得花大成本。然后的话就是用混凝土啊，把它加到1米高，那水深的话就达到70、80公分深啊，达到那么深的水量的话，野生动物应该就没办法了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给我点个赞，明天见。